哟，大家好，我是 MC 韩小乔 Check。 实力这个东西很难讲的，真的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跟我这个人差不多的。我觉得我比他们帅，我比他们都帅。我有一个算是我的学生慧杰，然后之前好像他有输给他比较惨，但今天他没有拿到这个各站的名额，所以那就由我来先代劳了。不选他选谁？而且他之前他打慧杰，慧杰说输很多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替他徒弟报仇。这场好看是吧？这场不好，这俩就是网红接球手。好，第二轮的 PK 准备了，来第二轮的。OK， 军哥黄宇军先发球。出界。OK， 裁判这边示意出界。不用救球啊。韩朝要不要走起来？Easy， 太轻松了。刚出左手。我喜欢上篮，他喜欢上篮。对，我跟他的打法很像，我也都跟豪哥学一学。凶啊，打的打很凶。防守很厉害，突破。韩朝的经验太老了，球权又回到韩朝 HC 手中。不要断球，不要断球，不要断球！一断球，全部失去位置。正常防守，让他自己在那运。我可以教你一下啊，刚刚那种情况其实可以把球扎他屁股了，就可以继续运了啊。专业了。哎，是不是要跳起来？哇，加油！开始玩了。哎呦！哎，差点！我就是喜欢花俏的打法，那是每个人打球的态度。能不能拿回来？手犯规了，两次造成犯规，两次罚球。哎呦，一罚稍稍偏出，有点可惜。来，放轻松。投没了，来起。OK， 两罚中一。我们要回到比赛继续，韩朝弧顶，来自中国的控球之魂。哇，太快了，真的。很准。完了，真的完了。OK， next ball， 可惜来不及了。杀死比赛。这才叫平常心。
韩潮 HC 获胜。韩潮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，非常强。我觉得黄宇君，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没有轻度的紧张。继续参加这个比赛，我会克服这个问题的。加油加油！我觉得他们这种泥球员的精神，我觉得现在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推崇的，就是应该站出来，跟更多以前大家所谓的元老、老资格去挑战他们。这样的话，大家的圈子才会更有意思，而不是说我跟你做朋友，对不对 ？OK。你表现得非常好，进攻很好，可是我也很喜欢你防守，很有侵略性。我觉得我想送一件球衣，可是也是觉得你的态度也可以进步一点，可以进步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，谢谢。通常很多 street basketball 的球员，很帅的动作可以表现得很好看，可是不是真正的打得很好。他真的是打得很好，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球员，然后他的技巧也是很高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发型。一对一，来一支。那这有点可惜啊。好久没看到这么顺畅的比赛了啊。白石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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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利用弹跳吧，高度没有给上力啊。哇，真假啊。来赢得比赛，戴上眼镜。你戴眼镜会更准还是？哎，那不一定。手感嘛，200多度，不是影响不大。哦，嗯，了解。射手我们其实还是需要挑一位，但是我看不出他是真的很准，还是他就是这几球。那真的准，真的准，真的。不，我觉得我现在是看不太出，你觉得呢，豪哥？我了解你的想法，我不知道跟比较高的、比较快的打三对三的时候会不会是打得很好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确定。但是我从一个非职业的一个喜欢看篮球的一个人来说，我觉得他是挺准的了。你这样，咱那个测试一下他也行。你是擅长运球投还是接球投？接球投多一点吧。接球投，那我就比如说。